凡夫同一个就是我身体。啊，他不念别，我身体健康重要。啊，尤其中年以上，要怎样保养身体，啊，让他不要生病。啊，不生病有个好办法。身体是物质，物质是随着念头转的，境随心转嘛，心好就不容易生病。啊，什么好心最好呢？怎样帮助众生，必成无上道，这个念头好啊。啊，常常有这个念头，啊，恶人我都帮助他，诽谤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找我麻烦的人，障碍我的人，我们通通都要帮助他。要用平等的心，为什么？他也是本来是佛，迷得比我深了，我很幸运，我原来也迷惑，我觉悟了，我回头了，他还没觉悟，他还没回头啊！我们要以善巧方便帮助他，帮助他最普遍的回向给他。那我们讲经修行念佛拜佛，把这功德回向给他啊，普遍回向啊。啊，拜佛千万不要漏掉一句，最后我们要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啊，希望遍法界一切众生统统求生净土，我们的心量开